知名声乐家简文秀老师领衔与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献唱名曲《望春风》，为即将到来的士林官邸举展揭开序幕。迈入第19年的举展，今年首次与三丽鸥人气明星布丁狗合作，以秋菊、童趣、亲子互动为主题。除了巨型花艺之外，还有2.5米高的布丁狗绿雕，总共规划是3大展区，很适合老中青三代同游。过去18年来，人数屡创新高，一直到去年短短17天的那个展期，就超过了65万人次。那今年疫情的关系，大家不能出国，其实来看花展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项。主办单位也同时公布2021年台北花系列8大特展，从11月27日登场的举展开始。接下来会有茶花展、夜莺季、阳明山花季等接续绽放，要让大家一整年都可以赏花，享受大自然之美。记者尤祥婷台北采访报道。